这个便当哈，就是伫当初一百年前，是咱台南啊，这间旅馆是当发展出来，啊、叫做木之内啊，木之内便当诶，就是那时候讲伫个帐篷内底，也是伫个戏啊，要开戏这个布幕啊，开幕之前啊，收卖便当啦。那什么伫日本铁路便当内底，我那是一个属于足豪华便当诶代表哈。啊啊，欢迎大家啊、来用这个用咱台南的小吃哈、来做一种基底啊，用点新的表现方式啊、来做新的木质的便当啊，欢迎大家啊、来这边上上啊，来享用，谢谢。